弯腰还是弯腰，韩国瑜发红包行程不间断，每天发放好几千个，身体呈现 U 字形，亲自发放却经传韩市长似乎弯腰太多次，腰间受伤。但韩市长依旧继续弯腰发红包，市府同仁却在背后拦吊吊。这背后的手就这样紧紧扶着韩市长，随着红包一包包放送，韩市长似乎还是不生腰力，看见小朋友来领红包直接蹲下身。韩市长谢谢，来往前啊，好，往前，谢谢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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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除了弯腰蹲身，韩市长还会摸摸小朋友的头，就像白龙王摸信徒的头一样，帮他们加持，也表达祝福之意。今天来到美容，要向大家拜年，祝大家在天上圣母的保庇之下，能够保佑我们美浓地区五谷丰收。除了发红包，韩国瑜一样在庙前热情喊市民们精神喊话。只是市长这么拼，腰受伤还坚持亲自弯腰发红包，也让许多民众担心市长身体会不会吃不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